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离开大家一二十年了，真好开心，好开心！请大哥就中间位置好吗？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这位是江志峰，是好帅的小孩，是我呢，是好丑的小孩。那边还有妖怪，好妖怪的小孩。还有美女，还有美女，哟，可丽啊，是越来越美丽了啊！谢谢张大哥，我要问我们家里的事情，可不可以你用唱的？说什么？什么问题？你说。你问你哦，我马上要开宾馆，开店呐，开店呐。他要开宾馆呐，看你有没有空回来。卖冰的啦。不是殡仪馆哦，不是殡仪馆。别笑啦！学校。别笑。别笑啦，给你卖球啦。我没有笑，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想哭啊。我到这隔壁啦吼，答案啦，都唔困啦，这个技工啊，这技宝啦。一个叫地公，一个叫地母，规样拢唔困。就是吼，叽叽叫啊。对啦，我主要叫吼，迄个当地大哥，伊唔知道唱几句歌对无？我想叫伊搞解决问题。要解决解决。用什么方法？你在票面你那里？对，卖我炸，对。要三个问题哦，一个错兵诶，一个迄个地公地母诶。这位大姐，我敬个礼，长弟实在是佩服你。没有想到你那么那看得起，做个生意还要问长弟。大姐你脑筋实在了不起，现在热死你。最好的生意是把饼卖出去啊，你实在是个好主意。冰块正搁在那里，亮亮晶晶的多美丽。那一个锉刀唰唰的锉下去，好像水晶碰出去。看了又开心，心里又凉爽，口水就会流下去。大姐告诉你，你要买锉饼啊，我保证你有好生意。另外那一位大哥，你比那大爷更了不起，他是卖锉饼，你是家里问题，隔壁公公的睡不去。你说是地公还有那个地母，两个人晚上吵来吵去，天天叽叽叫，让你睡不着啊！我张弟帮忙你处理。首先管管你自己，门窗通通来关起，把一个耳塞到那耳底去，把那个棉被再盖起，家里放电视再放收音机，平常还要开冷气，这样起起唰声音就很大啊，保险把声音就盖下去。唱完了啊！不要，你这回答了，我知啦。拄啊，迄日都有法度啊吼，即马过来这条你一定有法度啊。小定静姐，小定静姐，即马这条看我较正常无啦，我唔知。先说说你的问题。因为我看到张弟大哥，就让我想到一个人。你哪公？想到一个人。想到对。真的想到阿公哎。真的。以他的年纪啦，差不多啊。好。想到阿公。跟阿公的感情很好。很好，非常好。他是算我生命中除了妈妈以外，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阿公的。现在囡仔有这种想法，就少的呢。那经常跟阿公相处吗？从小就小时候刚出生没多久，就回去给阿公阿妈带。那你是原来住在台北，然后家乡在哪里？
南投，在南投，哇，送很远哦。对啊，哎，后来呢？然后就是小时候都给阿公阿妈带，然后小时候阿公对我就是真的很好，嗯，有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。哇，看得出来对你很好。孙这孙家将仔的，什么好的都留给你。阿公孝孙啊。然后就是一直到我要读幼稚园的时候，你要离开南投了。对，然后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，哎，就我很不舍，然后一直拉着阿公的手，然后一直跟他说我不要回去，我要留在这里。啊、阿公当下笑笑的跟我说，就是年纪到了，要该回去读书了。哦，阿公家家等来啦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、等到我长大以后，听家人讲才知道，那一天阿公看我的时候一直是笑笑的。等到我走了之后，阿公自己在那边擦眼泪。哇，可以看到那个画面、哎，真的很感动人。真的，有时候、这公妈是疼孙啦，是啊，疼到讲真正啊。超多啊！那边读，等于读书，难依难舍。阿公现在呢？他去年五月的时候过世了。哇，阿公走了。那我请问你，你到底想问我是什么问题？我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张迪大哥，我们现在进行一段观落音。我跟你讲，张帝大哥的才华真的除了神呐、很难做得到，他没有通灵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这竟然一直我好后悔回来唱歌。这位兄弟，我喜欢你，感情在心底。从小父母两个人，他不管你。阿公他跟你在一起，从小爱你在心底，自己不吃好的都给你，这一种恩情实在了不起，长大了还要跟你出去，让你上学是第一。这种亲情不容易，要孝顺才可以。可惜阿公年纪大，早早到天堂去。你的心里非常想念他，想要知道他的消息。刚刚我闭着眼睛跟他通消息，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好，让你能放心活下去。他最后还跟我说了一句，他也是非常想念你，他看你现在他胖胖圆圆的，好想把你抱在他怀里。他说他也知道你也想念他，说他晚上会来找你，只要你想要跟他在一起，天上人间没有距离，希望你们天天在一起。唱完了，真正肯定真正，安尼欢喜不？我怀疑哈，为什么听这个可以这么感动？哎，你看，看看，你哪看？你哪看？太感动了！你哪看？那女生听到哭了，安慰她一下嘛。来来来，苗可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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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们啊，江志峰啊，这个许孝顺啊，都希望能够沾沾大哥的那种巨星的风采。所以，看看看大边啊！来来，你看下面啊，大你看边啊！啊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对吧？小姑不看，不会上面有脚台。